我们来的那时候，几乎的那个部落格的那个教室呢，它有的是没有屋顶的，有的都已经是烂的。那他们是这样子的，如果他很穷，他需要什么东西呢？他会跟 ACC 申请。那 ACC 呢就会帮他们完成这个工作，比如说现在这个屋顶的话暂时 OK 的，如果是下雨的话，这个读书怎么读呢？哦，那惠理瓦斯有盖了几个，就是做屋顶的，哦，那个铁皮瓦的，后来请他们干部来帮忙，请人家来盖。We homeless, we homeless.We moonlight sleeping on a midnight lake. 我感谢和尚和所有的人帮助我们，因为我们 ACC 的小孩，如果我们学校的学好，我们会帮助其他的别人，嗯。像一样的那个，他们在西比沃，他们没有东西吃，还没有衣服，所以呢，我非常感谢 ACC。现在我要讲的我的梦想，我想到以后我要当总统，马拉维的总统，或者是护士，我要到总统。因为马拉维有很多孩子，他们没有去学校，所以呢，我让他们，如果我到总统的时候，我让他们去学校。还有马拉维有很多很多病，有艾滋病，如果我到总统的时候，我会。帮助他们，还有不是只有马拉维，还有其他的国家要帮助。生命的航程中，我将自己寄到非洲，让阳光缓慢地揪着苍茫的大地，穿上清风的大衣，大树撑起绿色的伞，披映这块正待复苏的大地，想着地球是个村落的梦，念着让人类放弃贪婪的冲动，内心激动，祈求佛陀，众生不必经历那些太多的不必经历。